哦，吓死我了！漂亮漂亮，我让一个绕背。还有一个女生哦，阿比嘞，那边是我上挖面。的。哦，楼梯楼梯楼梯，你们这边先清弄一下东西哦，我上去啊。我把那个水堵掉，线啊，有一些线啊，可以拿。就在这里，没有，他有在好多楼工，上吧？还有工，他们有工。嗯，很多工。对。哎，这有钻石稿哎。好，有甘蔗吗？你们稍微准备看一下东西，我走走看看先有点没一有什下，么。没有，好像没甘蔗，他们也没甘蔗。我哇，准备，阿比兹可以放过啦，他这边有往到地表的路。啊，狗嘞？有，刚刚不是有听到狗吗？他狗死掉了，死它掉死了。了，好，漂亮漂亮漂亮，666。有一天，然后就死掉。哎呦，这边不用怕。我刚刚都沉默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好险！资源啊，那个线，我觉得我们之后就做那个吧，钓竿，有嗯，我几们这把边有弓一啊，只完美的弓了，完美的弓，我们可以就是劝完几下。整的。我这好，快坏了，刚刚我是绕他们背后，然后用火焰剑来砍，又射他们，所以很痛。666，Nice，Nice 啊！还要看一下人哦，觉得有点危险。阿比的个性应该是退了啦。他们这边也是，哟，蚂蚁洞啊！先做个箱子吧。来，刚东西可以统整一下。哎 甘蔗四个，有，啊，甘真的蔗，假的？对，在这里，在你先后放面。箱子，先放箱子，先放箱子，有，那我把我皮革把也放钻出石也来，都放进去。这我里皮革也在里面，四个。好，有撰稿吗？你刚刚说有撰对，有稿，撰稿有撰去挖稿，一下撰那个。稿，那这里。去，那个你拿着，你去挖一下那个黑曜石。好，几个？两个。五，哎，四个。都小乱，叫丢东西进去。你先往。哎，这样会不会？我没事。回去的地方吧，我们这个位置其实不是在中心点。哇塞，他们有甘蔗哎，666。他们是在帮我们收集资源的，谢谢。谢谢。咚咚所以你咚。看，没资源要干嘛？我们打是真的是要打，打了就有资源了。你们那里要小心一点哦，我先去好，挖了。而且又有一颗金苹果，等一下给你一颗。嗯，哦，好。他们这边还有青金石。对，我刚刚也有拿，我这有64个啊，放心。好。哎，靠腰。铁，这样子铁桩也都拿着。哲平，你身上还有一点空位吗？有我空位。你把那个里面的铁桩都拿走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好。铁要挖哦，因为我们等下可以做那个铁簪。有这边有在烧，应该有一组吧，然后身上有14个点。哎呀，我脑袋钝了。子，好，书有了，嘿 还有一桶岩浆这也太危险。噔，这样也会有升级。我们等下可以回到中间一点的地方了。姥姥，你还在挖了是不是？哦，再挖了两个就哦，好了。四个，我刚刚说四个，四一个，二四三个，四，对不起，一二三四，对不起，是我。小心了。我觉得我们这边应该是会遇到人啊，因为真的是比较中心点。啊，看一下哦，青灰队感觉很凶啦，他们血也是蛮多的，还有红队。红队也是，血兔吃了金苹果哦，我觉得要小心哦。先把一些地方堵好好了。哇，这也好危险哦！这个地方其实真的不太好，因为太多洞了，然后又哲很平，你窄。帮我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因为我在看。慢点，我觉得我们随时要回去。原本的那个大地方，
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再挖，这有够难挖的。挖好就走，挖好就走，这边也在烧铁。哦，这边在那，好，我看一下这哦，边边那里界还有开没有始石收缩。头？石头有，给我给我。哎，我觉得就是姥姥，你这边挖大，四这面边挖八大，方挖可大。是不是这里有峡谷，不要，外面都是那个怪。哦，因为这对，边那很还有靠蜈近蚣。中心点，很靠近中心点，晚一点可是80分就会那个了，消掉了。，OK，那不然另一面呢？另一面，因为挖大才容易作战，才是我们的区块。这片，你可以来这里吗？就是挖这里，那边熔炉我照顾。挖3格或4格高，好，真的要空间够大才会比较好作战。那等一下这里我们就都堵起来。因为我们。为什么我的？换进一个枪。好，应该这样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这里真的是很乱，乱糟糟，随便的人都可以挖到。为什么鬼鬼他们刚才不跑走啊？就是因为他们太挤了，而且我刚刚是绕他们背后。哎，我四个好了，给你。好。我觉得你等下这里要赶快弄弄清掉，不然我觉得等下会有人来。你身上很空吗？你有可以了把一有。些石头拿走，我们等下可以那个烧石头，还有这个熔炉都可以拿走。我们换地方，OK。换地方，换地方。来来来，书在哪？书有了，有了，有附魔台了，合成台放的，呵呵，感谢你。把东西拿一拿。好。喂，好，好都了。做好，都做好，回去你们那，回去你们那，可以来搞事啦，搞附魔是。啦，再挖，再挖，继续挖大这边会熔挖炉，到别人的那个路哦。哎，这里有路哎，就应该稍是他微们挖的吧。多一点的地方堵起来，呵呵，反正没关系，我们先附魔台已经放喽，然后。一样，箱子，箱子，箱子。喂，撤回。头上偶尔也看一下，怕有人空降。铁框，那个熔炉，烧烧农烧。奴不是放开进，始，放出来。没有放进去，开始烧石头吗？对，那铁还在烧吗都烧都烧，那都是经？OK。验。我烧，我烧。对，好，然再后身上开。装备就可以先来附魔一下了。哎，那个泽平，弓跟我换一下。好，是吧？啊，你有很多弓是不是？还是没有一把而已。就一把？好，我这边有4个线啊，等下也是可以再弄一下。我把电池也放在那个箱子里。没有，你也拿一点，你拿。哦，这边好多弓好。哦，好，有残缺的弓都放在里面，等下可以合，等下可以合。OK。然后青金石里面也有32个，我很多。我哎，有我六可以哎，十个。可以附到风力二哎，我有风力二的铁剑啊！谁在乱扔？哦，你在挖东西是不是？我身上，等下，等下，你都挖到我身上来了。然后那个箱子有一颗金苹果，你可以拿。你刚好扣血吗？然后还有2颗钻，我觉得那2颗钻就一个人做那个吧，钻剑吧。还好我们钻有省下来。钻石搞怎么办？送你了。钻镐你拿着啊，那到时候都可能会用到啊。你不要，哎，我我拿。要金石。金石，我刚箱子不是有放一半？泽平，好，等一下哦。你不贪是也有心留吗？你怎鬼！么拿那么多？你不是原本身上也有？贪贪心心鬼！鬼！嗯，好。你就再放一半，这个一组绝对够我们啊！怎么可能一组不够？别骗啊！铁簪也有，所以要合都可以合哦。把装备看可不可以都弄成保护二，
OK，OK，okay, okay. 伙伴伙伴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是有希望的啊。喂，喂喂喂，希望爱，嗨，好，与勇气及希望。希望，地球超人。我们把那个装备合到最高，还是？对对对，都弄到保护了。箱子有很多残缺的装，那都可以拿来合一下，或是做新的啦。我这边也有37个，很多铁，里面有很多铁，因为你新的装备比较不会比耗，较好吗？不会耗等级。你知道有差吗？呵呵呵。我不知道哎。用铁簪那个合的话，我等下教你哦。我先确认一下，好了，然后嘞，现在要拿一个。两个保护一合成啊，那个把就是前面放有耐久跟后面放有耐久有差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用过的不是耐久会扣吗？耐久。正常两个保护一合成应该只要2等，这样跟你讲。前，哇哦，你懂意思吗？两耐个保久。护同样放在这个铁簪上面嘛，前后放是有差的，你可以彼此 change 一下看看，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保护衣。啊，怎么都是不要的。现在在缩边界哦，哎，80分了，可以挖到峡谷了，没有怪了。旁边就是。就是那边看有什么资源啊，获得啊。亮晶晶，Good good，泽平你也全部都弄到了吗？我还差等级。等级旁边有煤炭啊、红石啊，或是在烧的东西啊，都可以来弄。好，我没有青金石了。我这边给你。我箱子也在放。已经都那个了，怪物清掉了。对，好的装备放前面啊，坏的装备放后面，这样子合。那、啊、等级尽量就是1、2等就来咯。那你越高，你一次挖比较高等的话，它其实耗费的经验比较多。你可以理解我意思吗？可以，啊我懂你意思。，yes，有玩过麦块就懂了。嗯。喂。保护饿了，Good 来 good，再来。那个身上所有的石头都可以拿去烧。烧的好像没什么东东啊。哎呦！哇，这条可怕可怕。啊，没事的就可以扩增一下地哦，可以 F3 看一下，我们10001000是中心点。哇，10001000中心点，都是防弹呢。防弹不要，防弹不要，保护啦。在最后小房间还会要压缩，那一定是近距离打的。怎哇，么这要办？到等没有级四，保护要7等。7等？为什么要7等？我不知道啊，啊，他不让我合。前后交换一下啊。哎呀，哇哇哇！哎。哦，阿他们找比，阿比了。阿比还是死了。附近也稍微看一下哦，我们有时候没有在看。没有没有，没办法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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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缺等级就在那个啊，在挖，在弄。你们剑是锋利几？我没有用哎、你没欸，有用，我那是我老用一老你要不要下。做那个钻剑？里面有2颗，你就用锋利一的钻剑，好不好，好？哎咻！啊，这里真的好大哦，大峡谷。他竟然是耐久，眨眼。想要4等，他那个剑是耐久，哎，为什么？